是从内心发出来，所以你时时刻刻都是欢喜心，没有烦恼心。好，我们就把这个欢喜心、欢喜充满的心，就带给大家有缘的，你自己家人、你自己的亲戚、你的朋友，就用你的欢喜、欢喜，就带动给他们，看到你就欢喜，就高兴。啊，这个都是佛菩萨所示现的喜，不是得到什么东西然后产生的高兴。啊，这个是从内心发出的。啊，舍，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人。还有烦恼吗？因为他所有的好的、不好的，当下就抛了。哦，所以一切境界不会放在心上，不会停留在心上。我们看到蓝空，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他，所以他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看的都不知道怎么讲，讲不对，讲真的不对。好，比如说他所显现的一些行为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他，你供养他香烟的时候。他一样拿来，谢谢，吸一口，有没有？你们很少看到吧？哦，那个在南禅七日的时候，就有一个师父就拿点个烟来供养他，他就这样谢谢，吸一口就放下。哦，继续讲。一般人会怎么看？说，哎呦，那个蓝老师。还在抽香烟呢、啊，会不会这么讲？啊，你知道他是什么心在抽香烟吗？他是清净心抽香烟，他有没有错、啊？没有错、啊，是你看到他在抽啊，也是你在抽啊。这个道理都不懂，所以孩子啊，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讲，因为我讲了变成是非了，所以我不讲了，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算了。啊啊，有时候他请客也好，还是那个，我们都看到有荤的跟素的，有没有？啊，这个你们很少看到哈。他如果是请客了，还是人家请他了，他是没关系的。如果他请客的话，他说：“哎，这里有荤的，有素的，你们随意哦。”他没有叫你吃荤的，也没有叫你吃素的，你自己随意哦。哎，他照吃不误。你们不吃了，那我不吃吧。我们都看到他在吃鱼的，对不对？其实是我们在吃鱼的，因为你先看到他吃鱼啊，认为他在吃鱼啊，其实是自己的心在吃，他哪里有吃？啊，这一种境界很不可思议的。我们一般人只用眼睛看了以后，走，啊，就认为就这样子，对不对？嗯，9:20，九点二十了，好，刚刚我不知道时间，抱歉，8:20，啊，这就是说，佛法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啊。
比如说有以前有一个禅师怎么样，大家都认为他有道，讲经的时候很多人啊，然后来到道场里面一大堆，然后讲的都是是非非，一堆一堆都在讲是非，所以有一次呢，他就用了一个方法，他叫里面的说，你明天就买一些鱼一些肉，然后煮，然后放在餐盘上，就这样子，就可能是斜南风啊，桌子上有鱼有肉这样。结果大家看到了以后不讲话了，也不敢吃了，然后他就讲啊，你们吃啊，有什么就吃什么，你们不吃啊我吃哦，他自己也就吃了，这样一来回去了不得了，大家都讲啊，那个老和尚啊没有到了，你看他中午都还在吃鱼呢，还吃肉呢，就这样一仙人开了以后，这个道场慢慢慢慢就没有人去了，结果他的弟子一些修行的弟子就受不了，师父啊你为什么要耍那一套啊，因为他们弟子都知道他是有道的，你为什么要耍那一套，他说他们来不是真的要学佛，来都是谈一些是是非非，那何必给他有造业的机会，就不要增加他的就造业的机会，你来与不来都一样嘛，不是真修行嘛，那为什么会记在这里上，然后再谈一些是是非非，这样慢慢就人就清净了，这样你们才好修行啊，就这样，这个就是一些 有一些禅师用的方法，我们其实我们都想不透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建立自己的心一定要清净，一定要清净，然后呢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遇到好的不好的因缘，你把它当作是善知识，因为善知识这很重要，一个就是老师引导我们的叫做善知识，还有一种呢专门破坏我们的诽谤我们的然后陷害我们的那个才是真的善知识，这个人是成就你的，能不能成就就在他，不是前面引导的，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修行的学佛的听的道理太多了，法师讲的道理也太多了，哪一个人去做了呢，做了自己就得到法力，但是都偏偏没有力量，因为没有人鞭策，所以就跨不过去，这个道理，那有人诽谤有人陷害有人那个的时候，你觉性就会出来，对不对，这个力量就出来，比如说我们知道佛陀的这个堂兄弟，为了要帮助他成佛，就来一直陷害他，一直在捣乱，最后才能成次数的成就，你看佛陀还是度化他，他不会因为他害他然后不高兴，如果会不高兴的话那就 不是佛陀了，所以我们自己知道
对我们不好的，讲我们不好的，我们感谢，一定要从内心感谢他，不要认为他对你怎么样，他是帮助我们来成就的大善之事。哦，因为我也没有听过佛法，我是从老师还有太老师的一些谈话之中、讲道理之中得到一些对这个修心养性有一些小小的心得。今天呢，谢谢呢周院长啊，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呢，真的很惭愧，因为也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大家的，只是把一个心得啊向大家提，就是表达一下啊。那祝大家呢，每一天要快快乐乐，烦恼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哦，所以佛陀呢在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管你是荣华富贵，还是贫贱都没关系。啊，大家都记住如来德性，每一个都是佛菩萨。然后我们本身建立在这里，见到任何人都以佛菩萨的心去恭敬，那不要超过三个月，大家又进入了菩萨境界，也是菩萨果位。哦，这个很容易达到的。所以《金刚经》讲，只要你发菩萨心，马上进入菩萨果位，这是佛陀讲的。哦，那因为我的体悟呢，也很粗浅呐，啊，所以抱歉，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各位。大家虽然知道超过时间，但是忘了超过时间，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那确实晚了，有人要赶车子了哈。所以我们今年大概到这边12月底啊这样子，今年度可以说圆满结束啊。那至于明年就还我因为。我们这个讲座是董事会开会的决定啊。那据我所了解，因为蓝老师的那个，我所认识的大概这4年里面都请过了。那还有的我知道没办法请啊，像那个他的老师夏老师，哦，现在在广州，大概有90几岁了。对啊，行动。那假如说我刚才拜托他说，假如他的老师回台湾来的话，我们就请他特别来讲一场，因为这个很难得，超过90岁的哦，大概还有一个叶曼大概也是不容易找到，在美国，我也20岁，所以就说我们很多是蓝老师的学生，我们想请他，有的不愿意讲，有的说他不会讲，啊，就是种种原因哦，啊。能讲的都有的老的就走了啊，就所以这个算往下，我们这个他称他老师称师公，太老师的我们都把他请来了啊。所以各位假如说啊有认识啊，因为我认识有限，各位假如认识蓝老师的学生，他认为他可以讲的，麻烦你再告诉我，我们明年度还可以继续请他啊。那各位假如说对这个讲座有兴趣啊，没有留过电话可以留电话，那讲明年度假如我们有继续办的话，我们到时再通知大家。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再把
体力在向诸佛菩萨